Hello，大家好。最近政府推出了一些规定，让我们做管理层的都要待在家。那么待在家能做些什么呢？还可以做很多东西的，煮东西吃咯，跟孩子玩咯，跟朋友聊天咯，打机咯。但是对我来说啊，这个期间啊，在这个疫情的期间，在这个不能出去的期间啊，待在家啊，能做的就是修身。修身是怎样来的呢？修身就是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。所以呢，修身就是修炼自身。修炼自身分为两种，第一种是内的，里面的 dalam punya；第二种是外的，内的里面的修炼的是什么呢？它修炼的是没有很快看到 effect 的，没有很快看到效果的。但是长远来看啊，它是最大效益的。比方说健身、读书、打坐、冥想等等的这些关于身体、思维跟心灵的，这样这些是怎样修炼的呢？这些修炼就比方说健身、养生是好的，是健康的；打坐、冥想、心灵的。然后读书进修是思维的这一些啊，很短暂的里面哦，在一个短期间里面是看到没有什么 effect 的，没有什么效益的。但是在长远来看的话，它是带给最大效益的，这个是内。那么外的是什么呢？外的，比方说会设计广告图、简介。视频，还有学写文案、下广告之类的，或者是你要去学煮那些冷嘛、烤蛋糕、做甜饼，这些都是 why 的。学了立刻可以用，立刻可以卖钱，立刻可以换到工钱回来的，这些就是 why 的。但是你做长久过后啊，它会吃掉你的。我问你了，如果你要去烤蛋糕，一天100粒可以吗？200粒可以吗？300粒可以吗？你能做到吗？这些就是很快看到钱，但是长久会吃掉你的。所以内跟外阴阳是 balance 的。那么在这个期间里面，你问我的话，哪一个比较重要？我觉得两个都比较重要。但是你要我选的话，我一定告诉你，看个人而定。那么怎样看个人而定呢？第一，如果你 fall into group A，下个礼拜三餐都有问题了，你不用去想了，真的不用去想。先去找钱，先修 why，找一项的东西专注的学到，然后找钱。如果你是 category B 的话，你3个月过后没有 income 进来了，就是这3个月的期间没有 income 进来才会破盖的话，我觉得你要先修80%的 why，20%的内。为什么那么说？因为你还是要去找钱先，同时 balance out 你的内，去学怎样去做广告图，怎样去 future proof。接下来如果疫情没了，你可以去做工。怎样说是八十二十呢？就是80%的活动时间都投入在我刚才讲的 why 的 action 里面，然后20%投入在内，明白了吗？就是八二法则咯。那么，如果你是 Category C 的话，你要过了6个月才会覆盖的话，那么还是 maintain 82法则，80%的时间投入在内，20%投入在外。为什么那么说呢？我认为啦，你应该是 Category 在中上阶层的，所以你必须要修内，因为在这个疫情时间，在这个period 里面，全部的生意模式、赚钱模式都在转变，所以你的思维也是要跟着步伐。第二，如果没有个健康的身体，你怎样去接下来再拼？第三，就是你看啊，为什么啊，心灵也是很重要的。比方说，为什么 Lady Gaga 也找 Dalai Lama？因为他们到一个 stage 了，如果要更高的层次，必须要把心灵提升，让你有更大的视野。让你去创造更多的 surprise，更多的那个 achievement。所以
你是 C 的话，也必须投入在 Y 的 20%。 为什么呢？你也是要懂整个 market 怎样去 evaluate 那个设计图好不好，怎样去出广告，怎样去看那个视频能不能带出你要呈现的效益。当你看到这里的时候，你一定在心想，为什么没有讲到一年都不用愁的呢？退休人士呢？怎样修炼呢？在一年不用愁或者退休的人不会看我的 video 看到这个 moment。 哇、wow. 如果那个人是那个 status 还看我的 video 看到这个 moment 的话，我认为啊，他在寻找着人才，或者寻找一个人可以继承他的 legacy，或者在寻找一个能把江摩的阴阳二分法很好的呈现出来，同时也把人类行为学投入进去，然而把整个学习 funnel 拍出来的。当然我也不想让你知道我给了那么多学费跟 Marco 去学怎样设计，怎样去很迅速的在一个小时里面出一个广告图，在一两个小时里面出一个 video for Facebook ads、Instagram ads。 我当然也不想让你知道我怎样去 Hotel Capital 去跟江摩学习这些 NLP 阴阳二分法格局。当然我也不希望你随随便便把这个 video share 给你的身边的人，因为蛋糕只有一片，怎样分就在看你。 So 今天就到这里，如果你想要学习更多的实战技巧的话，关注吧，我是 KC 峰，我们下次见。